一起破镜驰骋。10月8日起，都市破解车试跑竞邀试驾。锵锵三人行，文道、子东兄，炒股票吗？最近没有。哎，你们俩真是独一立于世界之外啊！所有人现在都炒股票。对，我知道啊，那不是很危险吗？就我在公司厕所啊、走廊上的到处听到大家说的话，都是关于股票，没错，都在讲炒股票，这就危险了。以前这个明年凤凰还办财经节目呢。我知道，但你以前没听过这个说法吗？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美国经济大萧条，就是1930年代的时候呢，当时有一句话就这么讲说，当你在街上帮你擦鞋的鞋童都在跟你讲今天买股票有什么心得的时候，那就是你该走的时候了。你看，我现在明白什么叫所谓独立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它的特征就是永远跟社会唱反调，因为大家干什么，你偏偏要说一个不同的。也不是偏偏的，没钱炒啊，哪有钱？你能没钱炒？徐老师要我跟你接底吗？不是，我跟你说，现在我都成半个专家了。哦，你也都快成半个专家了。哎，也得挺好玩。这玩意儿，我跟你说，看这个股票这个曲线，比看收视率的曲线好多了，你知道吧？而且一直，但是今天你也炒了，但是最近我有点儿，这不是凤凰还有点儿吗？哦，对啊，这夸。跌了，你知道吗？香港这个，对对对对对，而且这玩意儿也挺有意思。我今天看报纸说，7年半来最大跌幅，对，10年有规律的，10年一跌，逢七必跌。1987年10月，1997年10月，2007年又到这个10月，还说有某个演员演戏就会跌。哦，那个郑少秋嘛，郑少秋啊，对，郑少秋嘛，好笑，对，就夸他，就跌了。不过你放心。风物藏一放眼量，学习十七大文件了没有？对，里边香港的这个有一十七大文件里边、一句话最重要的一句话，你没学习啊？创造条件让群众获得财产性收入。哦，对对对对对对，我学习了，我学习了，学习了吧？啊啊，那个这里边大有讲究，什么叫财产性收入？对，财产性钱生钱，对。对吧？这个以前呢，按照共产党宗旨，这叫不劳而获。对，这叫最坏的了。割资本主义尾巴，这个利息、定息，这是可耻的。现在这个叫财产性收入。对，还能让群众，他不是少数人先富起来哦。嗯。跟那个邓小平那个时候又不一样，他不是少数人，他是要让群众都能获得这个。还最主要的是第一句叫让。让后面是谁让的？还有个主语在呢，对不对？哦，所以你的意思是十七大鼓励全民炒股了？不是，不是，你不能这样说。我们还是回到这句话，让群众获得财产性收入，那就是创造条件。哎，创造条件不是？那就是说我现在也是按照这个，对，你正走在这康庄大道，你学习的挺好，合法致富，没错，光荣致富。现在真是财富这个事儿，我原来最讨厌钱的人。也不能说就最最最需要钱，但是最讨厌钱，我是这样的，对吧？我是最喜欢用钱，最讨厌讲钱。现在都跟人家有一说涨了多少，你那涨几毛，人这涨几毛，然后哎呀，有这个朋友就说这事儿全是人操纵的。然后你知道吗？我不看货币战争，我不告诉你们呢。哎呀，有的朋友就说，我只告诉你一个啊，你就买到明年几月份的时候，你就卖啊。你要告诉别人，我这盘子就做不成了。他为什么告诉你呢？好朋友吗？就问你，好朋友吗？哥们儿吗？管他呢，买就买了再说。不是我，姐夫告诉你。姐，就是说现在富豪一个礼拜出一个，你知道吗？你知道人家现在都聊什么呢？就说现在我给你念念这些数字，你就知道了。国外咨询机构统计出的中国百万富翁以美元计啊，达25万。嗯，然后呢，居世界第六位。百万富翁啊，百万，100万美元，美元，25，世界第六，亚洲第二。然后这25万富豪家庭占中国人口0.4%，却拥有全国70%的财富。70%的财富啊！他这是新周刊登的吗？就是说这个，我怀疑这个数字。胡润版的国家财富就不得了啊，哪可能没有算那个私人的吧？是胡润版的千万美元富翁达到50000个，亿万美元富翁达到200人。说改革开放30年，中国显然不缺。对，而且有个说法，就是说大概再过5年，因为现在排名比较高的还是香港嘛，
就是说香港没有碧桂园那个谁杨慧妍嘛，是不是还叫什么？嗯，现在但说法就是说五年后呢，应该大陆的这种亿万富豪的数字就会超过香港了。哎、现在亿万富豪还是香港超过，而且仔细分析呢，都是以前四类分子的前两类，就是地主跟富农，对，就是你看那些富豪啊，都是搞地产吗？大部分都是跟房地产有关，所以都是地主嘛。对。然后呢，富的人呢，很多都是农村出身。我妈妈家也是地主，怎么没见我富啊？那就不会搞。我妈妈家当年就是明明只有那么几亩地，那家里一个寡妇种那么几亩地，你就得雇一个人呐、啊，就得雇一个人干。那是被村里就把他划成地主、啊。你这地主就是生不逢时啊。你现在当地主什么时候做地主？你当年做地主，那是当地主最坏的年代，你知道？人家注意到了，中国的这些上榜的富豪从事房地产业的比例比什么国家都多。对，但这就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我们去看美国啊，它这个富豪比例，当然它也有些房地产富豪，但就是统计美国前一百大富豪里面，对不对 ？Bill Gates， 对不对、啊？然后有做电影的。就它整个，首先它整个产业，波音公司它整个产业比较平衡，嗯，经济比较平衡，嗯。那么第二呢，就是它的这很多的富豪从事的是一种我们叫实业，没错，像洛克菲勒是什么石油吧，石油，福特是汽车，或者说，比如说我做电脑，我做软件，我做音乐，我做电影，我做传媒，这是有一种事儿在干。所以我前一阵看到那个报道，就那个做纸的那个张什么，那个女的富豪张英，我当时看到就有点正面信息，因为我觉得她是把西方的不用的废的废纸、嗯、拿到中国来重新生产变成纸、嗯、又有环保而且是制造的，但是现在不是地产。现在张英被碧桂园那女儿超过了，人家达到我将近700亿港币吧，可能是现在的。但现在当然就是做地产比较发，但是做地产发起来啊，其实不是一个很好的信息。我因为我是作为一个香港人，我就很有这个体会。香港在过去20年来经济最好的时候呢，就是地产业带动。但是地产业这个东西，它的危险的地方就是，你首先你就很集中了，而且地产业一兴旺啊，它会使得所有的物价都会上升。它会带来通货膨胀，所以你看香港别的产业，所有产业都需要空间，所有产业都生活不下去了，都生存不下去了。第二呢，就这个地产商啊，给人的感觉就这个经济不是可以有延续性的，因为你到底生产了什么东西出来呢？你就是房子吗？你如果把一个地区一个城市比作一个人的话，那如果这个地方它是以高科技，比方瑞士这样这种地方这样的呢，它就等于是一个脑力劳动者。对，如果这个地方它是以工业制造业来建厂的话呢，它就是一个体力劳动者。对，如果这个地方主要是靠卖地来获得经济收入，那就是一个卖身的人，你明白？卖身卖艺的一个人，而且服务业，你知道，就是说我把我的这个，然后就自己把自己就弄得很贵了。你知道一个卖身的人，他连笑一笑都不肯轻易笑了，因为他笑都是值钱的了。你明白没有？就是每一块地都在那里，所以这种啊，长久来说啊，这个人。但是我跟你们讲，你们应该，我好像不能鼓励人买股票哈，因为我的一些朋友就跟我讲了，又怎么了？千载难逢，就是说呀，说中国现在这个股票抓紧机遇赚钱，说就这一两年，说这是正什么叫这一两年？胡说八道！怎么了？这个我们中国经济好得很呢。啊，是吗？我不太懂。他们就跟我说，他们说哎呀，关键就这一两年，以后呢你也不能像这么挣钱了。哦，就说你知道现在国外的这个财经界一句行话叫什么 ？Money 是讲普通话的，嗯，钱呢是讲普通话的，所以那么就这。当然也有人说了，不要相信纸上富贵啊，不要相信纸上富贵，就是说你股票钱揣在自己兜里才算钱，你那个账面上的不算。可是我从他这句话我又联想了，你用钞票不也是纸上富贵吗？最近我受一些思想影响，不是说这钞票本身不也就是一张纸吗？对啊，那不也是一种纸上富贵吗？对啊，明白吗？但有点不一样，比如说现在也很多人国际投资啊，开始大，就中国之外我们知道最受关注的国家就印度，对不对？好，印度的问题广告之后再谈。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比如说像印度现在最大的一家公司是做钢铁的，哦，就世界富豪，对，那是世界几大富豪，这是做钢铁的。他接下来后面还有好几个也都是做某种的我们刚刚讲的那种实业，但他也有非常大的一个寡头地产商啊。但是我就觉得做地产啊，就我们富豪全集中在地产，这表示这个经济的可持续性啊是有问题的。你输出什么？你输出什么？拉动内需啊，对对，讲起来也可以好听啊。我们拉动内需，然后我们变成一个像美国一样靠内需的巨大的经济体。对，只是人家很多人担心这个地产里边啊，有很多是跟制度有关的。没错，你知道，很多这就是便宜买进来的。就为什么我们富豪都是靠地产发呢？这个是一个很独特的制度底下形成的东西。所以啊，最近我就说这个新周刊发表一系列关于这个首富的文章哈，我这还学了好多东西，挺有意思。你比如说你刚才说地产，再说那个碧桂园，就那个杨国强，他就是杨慧，好像应该叫杨慧妍，是他女儿嘛。那杨国强说，杨国强这个人呢，一样保持农民作风，就喝稀饭，开一什么破车，生活根本就不讲究。但是呢，他的地说现在国家有一个什么调查，他这个是4000万还是5000万平方米，你就这个地。但是当然了，人家现在说这杨国强也挺感人的，那就是做好事不留名。对，到前两年才接办学。我跟你说，你看看他说的这话挺有意思。这杨国强写在他办的这个国华纪念中学上的碑刻说，我不忍看天地之间仍有可塑之才，因贫穷而隐世于草莽，为胸有珠玑者不因贫困而失学，不因贫穷而失志。哎呦，我觉得这话像是对我说的，就是不是就是说他这个有，但可是你看，对于富豪，人家不拿正眼看。比如说现在，他挺好吧，一样有人说他怎么把这么大资产呢给了女儿呢？说这个虽然中国现在好像还没有什么遗产税，但是这是不是预做打算呢？这玩意儿是不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咱就不知道。但是你看这富豪啊，人们这心里啊就这么说他。我前两天坐飞机啊，有两个人坐在我后面，3个小时一直在讲话，不停的讲话。那没办法，他们讲的太大声了嘛，我只好一直听。那这边这个人呢，一个人穿西装的，他就讲一个什么跨市场交易，你要有1亿的名额，1亿美金的钱额不动，但放在以后呢，多少时间可以赚到1000万什么什么。然后旁边的人一直在问这样的问题，这样好赚钱的机会别人不动吗？他就跟你解释一条，这样的事情，哎呀，一亿哦，这不是简单哦，什么什么，就这么反反复复一个多小时都在这么，直到我下飞机的时候，我回头一看，那边呢，那个人呢，穿了西装那个人呢，还在讲什么跨市场交易这个基本的原理跟你解释，而旁边的那个天嘛，裤脚管卷到这么高，露出半个腿，还在那说一亿哦，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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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挺生动的。这个，我一直在想，这两个人好像3个小时没停过。但是你知道这个时候呢，你就说讲中国富豪，他们讲十年史啊，哎，又有人提起当年那个穆其忠，你知道穆其忠吗？知道。穆其忠现在还在牢里剪草呢。对，但是穆其忠是当年第一代。你看现在啊，这种玩房地产或者是 IT 啊，或者是通过一上市哐一下就大了，对吧？最早你知道吗，他就罐头换飞机，罐头换飞机。而且呢，我就发现他第一代这种草莽型的人有意思。苏联还是俄罗斯当时来谈判的人一来，他把他们领到是钓鱼台国宾馆的还是哪儿啊，就是平常是政府领导会面的地方。他一说，你看这个苏联人一看傻了，说这人有办法，真有办法。所以那图幺五四飞机啊，就是他拿弄点罐头不就换回来吗？而且他那个时候啊，有他这种奸计，就说这个人太奇怪了，后来有人说他是骗子，但是呢他的这个情怀，比如说炸开喜马拉雅山啊，就是个放暖气进来啊什么的，就是他这些，这阎连科的寿活也不是瞎编的。是，就经常墙上挂一个世界地图，中国地图啊，他讲，哎呀，这个世界怎么办？中国未来，孙中山是吧？中国未来怎么办？十大建设，他是最早期的那一代。而且他们说项目大，说的时候要不动声色，说在北京茶馆里喝茶，说哎，一个人头这么低的，很低调。最近接了个项目，哎呀，他说接什么项目？哎呀，就在长城里铺点大理石了。对对，是吧？给喜马拉雅山安电梯，给长城铺大理石。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讲点历史啊，挺有意思。历史上中国世界级的富翁，被亚洲华尔街日报列为世界级富翁的中国第一人，你知道什么人吗？刘瑾，明朝正德年间的太监、宦官。据说他的受贿所得33万公斤黄金，805万公斤白银，你知道吗？李自成打进北京后缴获的这个崇祯一年的全国财政收入才白银20万斤，就是明朝正德年间这宦官。你看另一个被亚洲华尔街日报排进世界级富豪榜的，你都想不到是谁，大家都熟，和珅。那电视剧里刘罗锅那个和珅，清代就乾隆年间那个，全都这种。对，点评只有一句，当然亚洲话点评只有一句，就是嘉庆抄家的时候所获得的这个和珅抄出来的财产，相当于乾隆盛世18年的全国赋税收入，18年的全国税收，这种财富让人惊叹吗？全都是贪的，这个真的被亚洲话。这是中国这个源远流长的一种生意啊，所以人家现在列嘛，说是美国还有一个历史财富富翁富豪榜。对，我知道这个比尔盖茨排的比较后，对，洛克菲勒排第一。对，因为什么呢？他的这个标准就是说，洛克菲勒曾经深刻的影响过这个国家的经济。对对对，所以有人就问了，中国的这些个超级富豪有谁深刻影响我们的房价，影响我们的，他也很大影响，香港李嘉诚成为典范了，这些贪官，你想想看。没错没错，我心里是这样想的，你能炒股票赚点钱大家都好，而且整个经济在上升，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对，我们在美国读书啊，你在香港生活，这些社会它都有一个基本的社会道德，就是说什么人是比较成功，就是说你好好读书，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工作，一个大的公司或者一个稳定的收入，然后你做出你专业成绩，总归社会上这样的人是占主流，占主要价值观的，对不对？而不是说虽然总有少数的人在拉斯维加斯赌啊或者暴富啊什么都，但是人家一般的人不大会去羡慕。如果说一个社会连普通的人整天都羡慕首富的话，我总结的这个、我很赞成。就比如说你在美国生活过，你会发现美国人称赞一个人呢、有时候有几个说法，有时候比如说当我们形容一个人的时候，他是 hard working people， hard working 就是努力工作，努力工作，就大家会觉得这是一种价值，就 hard working 就是努力工作是个价值。反而过去我们常常说中国人啊的性格刻苦耐劳，就很艰苦工作。你今天看看我们中国，你有这个感觉吗？你觉得中国人真喜欢艰苦工作或者是卖命工作吗？我不觉得。我觉得我们是被迫。我今天看那个香港报纸说有一个好像是在哪儿啊，反正浙江那一带吧，有这么一个年轻人，20几岁，上10亿还是上100亿了已经。你知道现在年轻人负责他就是什么呀？网络游戏，开头就是打爱玩网络游戏嘛，到后来上了大学才上了2年不上了，他父亲支持他成立这个网游技术公司，然后自己开发那种 3D 游戏，已经上市了。这一下子就国外的那种评价公司一来评价，就你这个上10个亿了或者上100个亿了，你一下子就起来了。你去赌场吧，你知道那么多这个机器老虎机哈，你会到处听到响，响的都是赢钱的，可是输的都是没声音的。我跟你讲，你徐老师，你刚才讲的那事儿我特别理解。我玩这股票，我发现一点，就是说为什么说人要 hard work 要老老实实做工作呢？因为这个股票这个事儿啊，它乱我心呢，就是你知道吗？你只要今天上午你看它，哎呀，我本来要准备节目的，没有办法的，这半天，哎呀，刚才卖对不对呀？这是对不对？这所以呢，不是说你不能挣钱，而是说你心思往外一走啊，你自己本身的活必然受影响，所以你一定有一个有所为有所不为。还有人性会充分体现，比方说你这只股票，你完全忘掉它，你当初买进来多少钱了？你永远记住它最高那个时候。对，就像人生一样，一做局长一辈子是局长，对不对？以后人家的你再下来，人家对还叫你明明是5万块买的，可是它后来变成20万了。突然有一天变成17万了，你就很生气啊！你觉得你损失了3万了，没错，你就忘了你5万块买来的。最关键的就是什么时候卖。今天咱们的香港那化妆师还说，我还有云赞的，就是我有原则，
我预定它涨2块，我就卖，不管它以后涨不涨，我达到目的了，我就收回来。就跟赌钱一样。说或者说，如果它赌钱也是这样。等两，你说某种意义上，我们人生是不是也这样？我们都忘掉我们买进了多少钱了。对。我们只记得某一个最高点，然后低于最高点，我们就觉得社会欠我。就觉得很不满了，对。就觉得社会欠了我们了，就觉得自己活得不舒坦了，就觉得自己好像壮志未酬了。嗯嗯。想想你的起点，所以。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不是跟你说吗？我说这个炒股这个事儿啊，是危险的地方就在于，大家整个社会啊，就失去了对工作或者干正事儿的一个态度跟热情。我觉得你只能作为副业。因为我现在有这体会了，你只要玩短线，我跟你说，那心思全上去了。因为人呐、你控制不住自己的，你怎么就说哎呀，我刚才卖了，又后悔了，要不就不卖，要不就卖，哎呀，一直到彻底股市那天下班。你算轻省，然后一个辛辛苦苦工作的，自己认为自己成绩不错的人，回家发现什么事不干的这个太太在家里睡到自然醒，玩一玩赚的比你还多。太太时候就太太都辞职了，因为太太发现一个礼拜赚的钱比她一年的工资还多。专业炒股了，但想想看，所有人都在炒股的时候，这个那些公司的股价怎么会升呢？就你知道，股票是反映大家的信心上去的，对它的价值是在最简单的，我们常说中国股市现在是不是估值过高嘛？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价值是反映你的公司的业绩嘛？对，对不对？那如果每一个人都在搞这种东西的时候，谁都知道会出事，但是他们把它比作是一种儿童游戏，就是有个敲鼓，然后。